顺逆，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慕尊重你，并接纳你为我的丈夫，终身不渝。愿主垂鉴我的意愿。愿上主收纳你们在教会面前所重新的婚姻盟誓，并赐你们丰满的恩宠，白头偕老。阿们。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恭喜他们的拍手的。现在我们继续弥撒，是没错。現在開始祈禱。各位親友，在我們面前的四對夫婦，今天在教會面前重宣婚姻盟誓，承認上主是我們的人類的主宰。現在我們為他們的家庭祈禱，願他們的家庭充滿愛心。天父，求你賜福今天在你愛情的指引重宣婚姻盟誓的四對夫婦，使我們更樂意服從上主旨意而生活。求主俯聽我們的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，俯聽我們的禱聲。天父，求你使我們憑著日常生活中的犧牲、容忍，更能互相敬愛，獲賜更多的智慧。求主俯聽我們。天父，求你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信望爱的团体，作为教会内的模范家庭，使家庭中各人都活跃参与教会的生活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。天父，求你恩赐我们笃爱不渝，白首偕老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天父，求你祝福到场见证我们婚姻重宣的亲友，使他们内心充满平安喜乐，生命豐盛富足，為此我們同聲祈禱。天父，求你使人類得到安康，世界上的家庭都充滿愛心，為此我們同聲祈禱。現在就讓我們靜默片刻，為各自的需求向上主祈求。願我們的祈求能符合上主的聖意，為此我們同聲祈禱。
上主，求你降福他们的夫妻生活，愿他们欢乐时赞美你，忧苦时投靠你，工作时蒙你亲临左右，困难时感到你的抚慰，信徒聚会时向你祝祷，在人世白头到老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现在开始圣道礼仪，各位请坐。在预备礼品的时候，让我们一同咏唱《上主万有的天主》歌书第三页。各位请起立。各位尊爱的兄弟姊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上主，我们恳求你藉这献礼消除我们的罪过，圣化你信众的身心，好能准备庆祝将要来临的逾越节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请举心向上，请总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，
實在是理所當然的，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。基督向門徒預告自己的死亡後，在聖山上向他們顯示了自己的光輝，為彰顯法律和先知所作證的真理，人子必須經過苦難，才能進入復活的光榮。為此，我們在地上，隨同天上的天使，頌揚你的偉大，不停地歡呼。聖聖上主，萬有的主，你的光榮充滿天地，歡呼之聲聽安息萬千，萬主的上主，你實在是神聖的，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，因此我們求你派遣聖神祝聖這些禮品，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。他甘願受難時拿起麵餅，感謝了你，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吃，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晚餐後，他同樣拿起杯，又感謝了你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以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而赦免罪惡。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。信德的高者，老世的恩主，你藉着苦难他复活，恢复了我们的自由，求你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他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本笃十六世、我们的主教汤汉
以及全体教士，在你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垂念着复活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亲友恩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永福玛利亚、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献扬你。全能的天主父，藉愿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，皆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在圣神的团结中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既遵从教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。常住，我们期待着永生的幸福，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此我们今世平安，是我们仰赖你的仁慈，永久断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誉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落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，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请大家互祝平安。
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来赴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等不起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已全。请天主教教友出来领圣体，不是天主教教友，我们会为你祈祷。
各位请起立，请众同祷。上主，我们参与了这光荣的告祭，衷心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虽然身处尘世，却能遇上天上的恩赐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俯首接受隆重的祝福。愿永生的天主圣父维护你们同心同德。愿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，并永远存于你们的家庭中。愿忠爱教会的主耶稣常能他的圣爱眷注在你们心中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临于你们，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礼成咏，让我们一同咏唱与基督同行。Yes.